今年的伦敦帕运会呢，中华队摘下了女子柔道银牌，而夺牌的这一位呢，今年才20岁，是个大女孩。她一出生就有视神经微缩，眼前的世界一片模糊，但她从来不放弃自己。她凭着双手的感觉来练柔道，还打败过不少看得见的选手，写下了个人传奇。她是一路走过来的。今天我们的深度报道，跨越逆境，看见希望。蓝色道服的女孩被狠狠摔到地上，一次两次没有叫出声。摔习惯了，从小就练啊，所以就习惯了。重新站起，一个过肩摔，动作利落，毫不手软。她是李凯宁，坚毅的表情没有怒目刷气，她的世界其实是这个样子。把他拉高，左手控制好你的左手。眼前景象一片模糊。20岁的凯宁先天视神经萎缩，视力只有0.03，连对手的脸都看不清楚。一直以来，她只能靠着双手触觉感受柔道。我国参加2012年伦敦帕拉林匹克运动会，一点点模糊，这样就没办法看到啊，要很近。照片上的字看得吃力，柔道世家出身的凯琳传承了家族运动之业，也遗传了视障基因。奶奶、爸爸、叔叔、哥哥，一家三代都难逃弱势命运。视力微弱，父母没有送他去启明学校，而是要他跟正常小孩一样读普通小学，练柔道强身。时常需要同学照应，个性内向又文静的凯琳难免自卑。像电脑课也是啊，就是同学已经快跟不上了，就是自己的都做不来了，如果还要就是帮我，就是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麻烦。他不会觉得说啊，我是那个残障人士啊，我就应付不要太用力，他还是自我要求的很好。盒子里的奖牌不计其数，多次入选国手，世界排名第一的凯琳比正常小孩还出色。都是跟一般正常人比赛的，不是视障组比赛的。哎呀，摔树他了，都被教他们的教练骂，都摔树视障的、啊。其实正常人不知道，我也看不到哎。以前国中跟我比赛，然后高中就同一所学校，他说以前都不知道。先天视障打不倒他，后天体育选手最害怕的运动伤害却像绝症笼罩凯琳。2年前一场赛事中，膝盖十字韧带断裂，他一度想脱下道服与柔道说再见。他的脚跟从我膝盖这样子割下去，然后那时候是死的，腿上疤痕依稀可见，每次练习都要强忍痛苦。以前拿手的动作受伤之后都很难到位，肩负每一个期待眼神，压抑的他偷偷哭了好几回。其实就是那时候很常想要放弃，整个崩溃，就是整个就是在房间里面大哭这样，然后就跟家人吵架，然后就一直吵着说不想练了这样，然后可是哭过之后隔天还是继续练。他用坚强意志力强忍痛苦，毕竟现在是他的体能巅峰状态，也是最接近最高荣耀帕运的时刻。他不能放弃他的机会，他动了手术，边复健边重返战场，不仅击败心魔，也再一次克服身体障碍。2012年伦敦帕运，他代表中华队出赛，以年纪最小之姿击败各国前辈，摘下银牌。我以为自己撑不过来，会被压力啊，然后受伤给打败，自己还蛮感动。柔道场外，凯琳有颗细腻女孩心，从小就有美术天分，还有画笔记录花花世界。我一直鼓励她多画几张，我都跟她说，我生日礼物你就画一本画册送给我。凯琳的视力一天天退化，也许有一天世界会从模糊变成黑暗，再也无法画出另一幅全家福，再也无法站上柔道场，但他依然坚强面对，把握仅存的光明时分，展露光芒，点亮自己人生。你要先肯定你自己可以，然后别人才会肯定你。